家，娘家马远在，山呀那山脚下，有羊鸡呀有羊鸭呀，还把我抚养大，抚养到了十七八呀，姑娘就出嫁。真的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哇，真的是，哇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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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是不是也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来拜个年呢？祝福大家，龙年行大运，发大财。哇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刚刚对对。来问一下，大年初二一定要干嘛？回娘家，回娘家，所以我们都回来啦。初二一定要回娘家，而且要亲食，就是亲口吃到妈妈煮的饭菜，就是一定要。这个是习俗吗？就是回到娘家一定要吃妈妈煮的饭菜，一定要的啊！看看妈妈一整年没看到，对不对？对。初二回娘家，大家路上很挤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看到那高速公路车子都塞爆，到哪里都塞啊！对啊，到哪里都塞。那这过程，我们有没有去过年回娘家里面有碰到什么有趣的经验的吗？哎呦，你刚刚讲到塞车，我从台北要回娘家到台中。开了多少你知道吗？两个小时就到了，8个小时啊！八个小时，我已经回去马来西亚了。你已经翘着二郎腿，你就不要回来了。8个小时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不过8个小时没有关系，刚好可以陪陪家人。再怎么久的时间，都可以多了解啊。一年就这么一天而已，花8个小时那算什么？所以一年就这么一天，别计较时间吧。是的，是的，开开心心的回娘家。哥的专辑，对不对？在过年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应景好听的歌带给大家？这今年一定是很好的年，所以错过了这一年，我谁都不要了。哎呦，所以你的主题，这叫错过你，我不要。你都这样子讲了，我们就来听一下吧。错过了你，我谁都不要。错过了你，我无处可逃。现在梦。超级 K 歌王大牛哥只是先让大家试一下水温，不得了！过年的期间里面，这个阵容不是在 Las Vegas， 对，就是在澳门，对，澳门，对不对？是贵到侨胞大型表演的阵容，哇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初二看我们电视真的有福了，没错，真的好运一整年了。一次看到四位巨星，然后今天这个阵容非常的豪华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想一开始呢，我们来个新春音乐教室。今天的这音乐阵容也要精进，对不对？让大家耳目一新，不能再玩老梗了。对，不然今天的新梗是，对，想不出来，我们还是玩老梗。喂，不能这样好了，我们来个模仿大明星。拜大年，既然想不出梗模仿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模仿的人，我们也就要不一样啊，绝对不能什么于天啊，对，刘
纯正高级风啊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什么李登辉谁啊？也不能对啊，因为前一年、去年、大前年都用太多了。对啊，那这个刚好我都会了。好了，我们掌声鼓励，让牛哥先来，好不好？先来开场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，鼓励，鼓励。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请诚实坦白告诉我，是谁啊？不要偷偷带我离走，像疯子一样的伴侣。好熟啊！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。想要买一包这个是长寿烟啊，发现我已经九十几岁了，不能抽烟，抽烟不好。太热了，哎呦，注意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太精彩了，好厉害哦！龙头，好，可以，哇，刚刚有谁？刚刚有文章哥，对不对？还有林峰大哥，高凌扬。有一个我印象最深刻，就是脚翘起来的那个于天大哥，对对对，殷正阳大哥有吗？对不起，殷正阳吗？费玉清小哥，费玉清呐，天长地久有没有？有啦，有，我刚真的那么不像啊？还有一个鸭子嘴的是谁啊？一直在抓嘴巴，对呀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沈文成呐，像有啦。牛哥，你放心啦，没关系，你不要怕观众不晓得，因为我们旁边会上字啊。新梅姐啊，新梅姐，你们有看过新梅姐模仿吗？蔡秋凤，她也好几个哦，超厉害的。来，张秀清上身，快点，来。张秀清，快点给我治，快。招牌动作，招牌动作。我新梅姐来起来好不好？也是刚刚那首歌啊，也是刚刚那首歌好不好？来个初体验的。好，首歌，来。你们死了算了，完蛋了啦！我的心给豁出去了。金曲歌后曾心梅不计形象的脱序演出，爆！我心妹姐来，请你后面。好，也是刚刚那首歌，好了。是刚刚那首歌，好不好？爱的初体验的。好，首歌，来，爆笑出去。你们死了算了。你是美环对不对？你在模仿美环，你的花轮。猪太郎，花轮呢？完蛋了啦！我为了新兵豁出去了。新年快乐嘛！新年啊！对啊，过年了，打开花一流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很可怕，老师模仿的微妙，老师模仿成这个样子，他连动作有没有？我跟道友该怎么办呢？今天你们今天有准备吗？我有准备吗？我其实也是有准备啊。其实你是最好准备的。为什么？我说你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对你本来就没有期待。喂，好了，哎，你要创新哦。我创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但是我要有舞伴，舞伴，因为我要模仿的这个对象呢，那需要舞伴。那我们两母女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OK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准备一下了。OK， 你要不要什么 stand 还是什么的？还有道具，哇，道具，哎呦，掌声鼓励。高凌风配上槟榔姐妹花哈，笑笑笑笑，姑娘的酒窝，笑笑笑笑笑笑，姑娘的酒窝，笑笑。远远地传来一阵欢欣的歌谣，胡搞瞎搞，胡搞瞎搞，胡搞胡搞胡搞瞎。我的山脚推得像山一样高，胡搞瞎搞，胡搞瞎搞，胡搞瞎搞。
笑笑笑笑笑笑，姑娘的酒窝，笑起来，笑笑笑，姑娘的酒窝，笑笑笑笑笑笑，姑娘的酒窝。要不停啊？我怎么说也是青蛙王子，你再笑下去就变甜鸡汤了。是要请大牛哥来讲评一下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讲评一下我们艾辰。对啊，不，他真的是很棒，谢谢。你可以看就知道他很有诚意，想要模仿，哎，本身又有舞蹈底子，对不对？你全身最像的地方就是没有脖子。真的吗？声音很像，但是就是身材肉多了一点。好了，好，我们可以模仿，大家都模仿的，真的对。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要进阶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今天才是模仿，今天就来个难一点的高音。哎呦，哇！哎呦，高音啊！对，哇，今天是高音，我就退出了。哎，高音本身就是低音的，对啊，我是低音的，特别难得可以贡献一下高音。对，老师的高音的那个真假音的转换，哎呦，真的非常的厉害，微妙厉害了。我想问一下老师，那个高音的技巧是怎么玩弄的？高音，高音还不是重点而已，你还要假音，声音换假音。哎呦，这个要学一下，欸，这个我倒有学过他的，哎，高音真假音，而且全凤姐啦，让我用唱的，好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眼底星空，眼底星空，流星开始坠落，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，转过身跌入黑洞，看着天长地久变两种漂泊，男人流泪比流血加倍心痛，眼底星空，流星跌落手中，我紧紧握着抬头向上天祈求，愿你先找到温柔，有人包扎伤口也挡住寂寞，谢谢你陪我陪爱追风，真假音的转换完全听不出来，大家已经听到那个高音的转换，是是是是，我们现场两位既然没有办法做到的话，我们学习，我们来学习学习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两位就是我跟道宇学习了，对对对，来，哎呦，两位跟着唱，好好好，眼底星空，流星开始坠落，每一滴说着你要好好走，眼底星空，流星开始脆弱，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。有哎，有哎，新的一年他竟然歌艺增进呢，不错不错，好好，哎，假音倒演倒演，对，来倒演啊！眼里星空，流星开始坠落，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。也有哎，没错，这一段唱起来不知道是真音假音到底在哪？真的，我告诉大家。心开始坠是假音，流是真音，落是真音，所以你要第一个字真音，最后一个字真音。流星开始坠落，哎呦，我流星，阿胖有问题。好，请问一下老师，那如果流星开始坠落，你不要用假音，真音唱得上去吗？可以啊，来试一下。流星开始坠落，我有问题，哎呦，我有问题，啊，你那么累干嘛？转了假音之后会比较，这个叫做比较美啦，大妒忌，没有比较有情绪，是啊，我又要解释，你要解释，就跟我们在讲话有阴阳顿挫，对，有句号，有逗号，有惊叹号，对，道远再来一次，道远，道远再来一次，再来，眼底星空，流星，是一种技巧，行不行啊？太小心了，被大师指导，当然会紧张。对对对，目前为止，我们今天拍出来这两位学徒都还不错的。哦，不错不错，但是一定要有一个验收，好不好？那我来验收一下了，我来验收导演。我准备一首歌让老师听看看了。哎呦，对，而且是高音出名的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我相信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很高哎。
我的感觉、啊、我笑超大声的、欸、大过年的什么都要突破啊，真的吗？那你来试试，再生一个 hit， 再生一个令人爱成唱，再生一个令人爱成唱。袁开口一唱，你相信他？大过年的什么都要突破啊！真的吗？那你来试试，来再生一个 hit， 再生一个令人爱成唱，再生一个令人爱成唱。我相信自由自在，我相信希望，我相信。我们要剪掉这段，一定会留着。你这段会做一整年的预告，现在自己 repeat， 现在才一月二月而已啊，你准备承受这十一个月的折磨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刚才在道演唱的那个过程里面，其实老师是很认真在听，真的，说不定老师有不同的见解。这个唱歌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的个性，对不对？爱成就不怕，不怕。勇往直前，他拍谁啊？对不对？他明明应该可以放，我想 rock 就是唱破都对，对对，这没关系，对，没有关系，你就是怕破。对，外国的那些有没有摇滚的，都直接的破，直接破。在今天在高音模仿到高音的部分，对，我想我们的表现，观众朋友有目共睹，有目共睹，我们有在成长，有在成长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趁热有没有打铁要趁热？哎，过年来探休，对不对？我们来个突破歌路，写新年。就是选一些我们平常不可能会去唱的歌，或者是如果它是童谣变成流行歌曲，它是歌仔戏变成 R&B， 哎呦，对对，好，我们来突破歌路，突破歌路，我想要先从老师开始，好，从当然一定要从老师巨星先来，好，那我来唱一首我从来没有唱过的歌，哎呦，连练都没有练的歌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你是我的花朵，哎呦，哎呦。可以跳舞啊，你们帮我跳。哎，那就选这首歌好了。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对对。那你有什么准备吗？有啊，当然有。帮我伴舞一定要什么？而且我们还有手套，白手套都带来了。我也没准备。好，七妹老师带来的《你是我的花朵》。高楼电梯，逆风深处，我对着人群很拘束。不要飘走，我在你背后挡风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，插在我心窝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，一路走长跑。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。小石头，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不灭也不休。这是什么？荧光棒，荧光棒，准备一下。荧光棒，夜店，夜店。美女开心，只有十蚊一个，有差佬准备带走怎算好？未必我必喺度。唱了一首广东歌，对呀，你平常周慧姐是唱什么约定那一种的，对，这样唱这首歌，对，真的真的突破，好大，对对对。刚才呢有四位老师，对不对？我听到有两位带来不一样的歌曲，我想四位是不是能够再合体一下？合体，我知道了，什么什么？我们来个和声。哎呦，哦，阿卡贝拉，这是诅咒，这个太厉害了。根据大家在这个歌坛上的功力，绝对可以。我要选一首歌是大家想都没想到的，我的脑海里已经有音了，这首歌叫做丢丢档啊，丢丢档啊，这是这不是小时候的什么童谣，童谣遗
宜兰民谣啦。对，我怎样？我搞怪，我们最会，我们也来阿卡贝拉。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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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很厉害了，我们是 freestyle。哦。觉得不要再耽误大家时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是是是，各位老师，请给我们一点意见吧。你们感觉一下，靠，不要拉了。你们刚刚那是齐唱。其实我们刚刚真的是示范一个错误的示范。是是是是。老师老师，今天我们来四个音就好。哦。四个音就知道我们的功力。哎，是是是。四个音。他们有队形的，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好呀。啊哈哈哈。是真的还蛮厉害的，这个叫一开始。好了，发声完了，啊，老师不念的心来，好示范，请讲。阿摩依达尼，回家，行到印度，阿摩依达尼，我的爱哟，蹦康阿来哟。蹦康的水一座，丢丢当阿里座，阿摩里座丢阿里座，滴落来咯。阿摩里达滴，哎呦，哇，很厉害！整个的曲目中间都一直曲边的紫彩，阿摩里座啊，那么。就是啊，好了，今天是大年初二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一直希望说呢，在新的一年呢，给大家耳目一新，没错。好，在新的一年，希望在过年的期间，每个人都开心、健康、顺利。耶！记得尊重，然后7点半收看我们的新兵进行曲。